二十，受人之敬者，由不义于惑而所至也。如众之赞，由持妙哉？原在他之解暑失良故耳。有的人在社会上很受人尊敬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主要是他有高尚的品德和丰富的知识，能给人们带来好处，带来利益，时时对他人施以关怀和温暖，大公无私，在他人遇到困难时总是全力救助，由此人们才热爱和敬重他。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。就正如通常在夏天，大家都喜欢说游泳池好一样，其原因主要在于，在夏天的暑热当中，游泳池能给人解热施凉，帮助人们消除炎热的疲劳，送来舒适的凉意，所以大家才会赞颂它。因此，同样的道理，作为一个人，一定要给人类带来好处，给人大众谋取福利，这样自然而然的，大众就会尊重你。